每位获派公屋的轮候者都有三派机会。最近一名网民表示，今年五月已经拒绝了首派的青衣长亨村二楼单位，直到七月初他二派获分配葵青长青村的高层海景房，面积约356尺，但因为在机场工作并且要直勤夜班，他认为通勤不方便，就再次拒绝二派，并无奈地说期待最后一派要硬食了。不少网民纷纷只留住身在福中不知福，认为三派的公屋随时比长青村仲差，话过境靓到咁，翻工远少少都抵。